不用官方的回答了他的废话，怕他嘴巴只会把路指为马。官方的回答了他的废话，披上盔甲就没有办法跪下。I don't just tell me understand 到底怎么想，来自 underground 还是互联网上。I don't just tell me understand 到底怎么想，千万别把我当成你的榜样。Yeah。非常官方，在发布会的晚上，非常官方，感谢主办方的颁奖，非常官方。我怕你胡思乱想，不原谅，我不会勉强。不仅官方也很善良。